好，你有没有看到我手中拿了一个什么呀？一个小小的衬衫，对不对啊？这个衬衫帅不帅啊？可以跟我们的小公主比一下，能不能穿上？哇，好可爱！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来学一学怎么折叠一件小衬衫，好不好啊？我们今天有一个蓝色的，那我们就再叠一个粉色的。首先呢，我们把这张纸进行对折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将两边的向中间这个线这个地方对折。这边也对折。对折好之后呢，我们取这边。这边折，这边也是要让它保持对称哦。这边呢，我们就折好了。然后我们再看这边，这边呢，这个边边这个地方我们取一点，长度呢把它往下翻折，不需要很宽哦。折好之后呢，我们反过来，然后这边呢取一个角度，把它往这个地方折，让它对着这个线，然后这个地方留一个小三角，这边也一样，让它对称就好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是这个样子了，然后我们把下面这个往上翻折，然后让这个边呢压在我们这个角角的下面。好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地方压一下。你看我们粉色小衬衫是不是已经出来这个样子啦？现在呢，我们再给它画上扣子和口袋。噔噔，我们粉色的小衬衫就做好了。看一个蓝色，一个粉色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好了，我可以去给福特和露西穿上这个小衬衫了。那你学会了吗？我们一起做一个小衬衫吧。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跟大家说再见喽。